平川说电竞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，由卡号大战浪漫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好，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，地图选择的是落锤镇，出生在地图右下角是蓝色的暗夜精灵 ID 卡号，我们国内目前最有实力的暗夜选手啊，也非常的年轻，出生于1999年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，出生在地图的左上角，红色的人族 ID No Name 啊，浪漫目前的第一人族。本场对抗是我们国内第一人族大战第一暗夜，顶尖的人均大战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好，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，人族这一边首发的是大法师，那浪漫的话大概率会选择开矿。那我们看一下卡号，还是非常喜欢用恶魔猎手啊，这个英雄的话非常的吃操作，那卡号呢就很喜欢拼极限啊。好，卡号首发的是 DH， 据说啊现在目前唯一可以跟 Happy 拼操作的选手就是卡号，连令神和 Happy 拼操作啊都会吃亏，但是卡号这个操作确实一点也不怵这个 Happy。 好，看一下这一局卡号的一个发挥，首发恶魔猎手，这边的话首发的是大法师，双方开局的互相侦查一下，哎，看人族好像是想练这个分矿啊。好，小精灵这边造一个，来造一个奇迹古树啊，只要是卡一个人口嘛，哎，人口好像没有卡出来，本来想勾野怪，结果被对手给勾了。好吧，那这一波的话小精灵往后撤撤撤回家。另外一边 DH 一出来直接是升陷技练级啊，这样练级效率非常的高。好，开局 DH 打了一个攻速手套，不错。那另外一边浪漫是选择开矿了。好，开局六级石头人倒下，大法师喜提一个活力护身符，也就是血牌，小精灵那还是把这个水元素给爆掉了啊。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DH 一路抓了过来，买了一个贵族头环，来上来献祭一开，身上的话要不要升抽蓝呢，看他到二级再说啊，马上到二级。好，金光一闪到了二级，二级之后是升抽蓝，没有升闪避，可以抽一下你大法师，然后呢骚扰一下啊，这边献祭可以开一开，你敢打我我就开献祭。好，再抽一下大法师，好，大法师没蓝了，大法师没蓝，那现在非常的脆， DH 走打，我有预判大法师的走位，然后自己提前走位，然后边走边打，这就是卡号 DH 的一个操作。哇，很细，一个英雄在对方是吧万军丛中来取敌将首级，能取到吗？哦呦，自己非常极限啊，十级滴血差点被秒掉，赶紧交个 TP。 这一波的话 DH 把这个状态给打完，那回家补一波状态，是继续来呢还是说慢慢的发育一下。二本科技刚刚开始升，这边 AC 美美好提前过来侦查，看看对手的一个位置，那 DH 的话看看要不要去买一个鞋子，大法师赶紧买鞋，没鞋是真不行啊，买了一个粉，小 AC 听说你喜欢隐身，好，马上把你给扫出来，一扫出来 AC 美美赶紧撤。这边哇，水元素一丝血 DH 来了，我献祭一开，来我继续过来追，大法师撒腿就跑，DH 也有鞋，那两个人都有鞋，大法师还是有点危险的，要不要抽一下大法师，继续去追，来哦，招一下水元素，不让你再抽我的蓝。那这一波 DH 还在追，看看这一波能不能把大法师给击杀，那两个人都有鞋不太好吹，除非前面有一个什么东西能卡一下大法师的位置。好，福特曼卡一下大法师，哦，福特曼卡一下 DH， 那 DH 的话绕一圈，家里的话放下了猎手大厅，为二本的建筑啊做准备。好， DH 这一没有追杀到大法师，浪漫的操作也是很细啊，福特曼卡了一下 DH 的话并没有放弃，还想找机会过来搞大法师。目前的话多个 AC 啊，两个 AC， 二本科技差一丢丢，马上升好了啊，升好之后估计是二发跟大家。目前的话人族分矿还是比较稳的， DH 继续抽大法师，好， ACA 卡个位置不， DH 继续去追，好，又一个 AC， 哎，大法师有鞋子 AC 的话赶不上，不太好去卡一下这个大法师。那这一波的话 DH 是不是骚扰效果就到这呢，自己战争古树也爬过来啊，好机会可以练一下自己的分矿。哦呦，大法师一边 AC 要卡位，我再卡位，好，这个 AC 卡位，哇哇，继续卡继续卡，哇，这个 AC 卡位非常厉害，虽然你有鞋但是我照样可以卡你，我知道我预判成功。哦呦，大法师极限逃生，好，单传走来不来得及打个输出，啊，差一点点。
好，大法师还是极限逃跑了。那这边卡号没有追杀完大法师，那自个儿练吧，把武器狗头灵给练完。好，浪漫的话通过大法师吸引这个恶魔猎手，拖了恶魔猎手很多的一个练级节奏。目前人族只要顺利过渡到二本，后面二本兵一成型，战斗能力很强。那卡号二本好了，看看要不要尝试阿法纳加来一波进攻。家里放下了双知识古树，好，纳加出来了。纳加出来之后，哎，过来看一下，对手不在这个点练级，那去哪里呢？去分矿，分矿建筑学在完善当中。猎群回家喝了一波井水，好，状态不好。自己分矿要不要开呢？暂时的话没有去开，家里还是在放双知识古树。纳加一直在找机会找他练级，没有找到。好，这里 AC 终于看见了，大哥他在这。好，这俩英雄赶紧过来，确实这么多的福特曼啊。那这里的话一看到对手有福特曼，大概率暗夜精灵现在不会开矿。那这边不开矿，卡号就选择升三本啊，升三本出熊的一个打法。来了，这一波的话浪漫八个福特曼很强。来，这个有机会坐下来吗？不太好坐啊，对手的话一直跟着你，哎，坐不下来，这个战争古树啊被解决掉了。好 ，DH 献祭一开，来，福特曼敢跟我一战不？福特曼表示，呵，你太强了，不跟你打，撤。大法师过来想骚扰一波不？但是现在二本建筑已经造好了，骚扰节奏已经过去了。好 ，DH 一个人再去追杀这边的福特曼。来，这里缓速了一下这个 DH 缓速之后，哎呦，福特曼送掉，好，残血的送掉，满血的赶紧跑。这一波大法师在这里干嘛？思考人生啊，先把 DH 给吸引开来，然后大法师再过去偷袭一下不？这一边砍号终于是放下了分矿，那浪漫呢也是第一时间侦查的。好，接下来要针对这个分矿做一点事儿。DH 还在追杀这边的福特曼，那大法师的话水元素一招，好，在你家里搞小精灵了。砍号也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浪漫这一波声东击西打得不错。小鹿出来之后，看看现在驱散差一丢丢就升好了啊！驱散一旦升好，水元素就是经验值。那现在大法师还在拖自己的节奏，拖一下二本，只要二本兵成型，战斗能力就很强。好，这里能不能拆这个矿盖子？这个矿有机会拆啊！三个福特曼升好的顶盾很扎实。这一波大法师不太敢过来，对方的火力有点凶。大法师先撤，哎呀，还是没有拆掉。那 DH 输出确实给力，再加上纳迦的一个冰剑，好，福特曼解决掉。那卡号分矿马上开出来，人族这一边浪漫的话是火枪配男女巫的一个打法，只要人族二本兵成型还是很扎实的。二英雄的话浪漫还是选择血法师，血法师非常擅长啊以柔克刚。好，大法师过来，哎，浪漫的话这一波想搞事了，隐身过来想抢装备。我们看一下这一波，哎 ，DH 身上有眼睛的啊，这要是插个眼睛，那直接就可以把大法师给怼了。好，这边想抢不？我们看一下大法师准备好，来想抢。好，五阶野人倒下，哎，大法师什么情况？大法师还补了一下伤害，哎呦，这有点贪啊！装备抢到了，哇，他想经验值也拿到，这一波浪漫为自己的贪欲付出了代价。那大法师阵亡，抢了一个回二戒指。好。大法师阵亡之后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波卡号继续练级。二英雄的话，老们还是选择血法师，以柔克刚，主要是限制一下这个 DH。来 ，DH 看见这个血法师了，抽你一下。哎呦，赶紧把大哥买出来不？买出来之后，跑，哎，往哪边走啊？这里走很危险。大法师哦，单传，哎呦，很极限。大家要是有三级的大法师，估计就走不了了。好，这波的话把大法师给召回来之后。那人族状态补满，马上要开始战斗了不？现在部队暴兵速度非常的快啊，瞬间56人口了。卡号现在是50人口，三本他已经升好了，现在开始出熊，熊一趴，对吧？马上就可以战斗了。好 ，DH 升到了四级，纳迦升到了三级，这两英雄的话，秒杀英雄的能力还是比较的强。四级 DH， 地狱行者，嘿，这个翻译很帅。大法师三级，血法师一级，那血法师看看能不能整到二。二级之后是吧，升个虚无。哦呦，小精灵自爆成功。好，继续练。两个人现在的话都是在闷头发育不？哦 ，DH 表示我不让你练啊，直接抓了过来。小鹿驱散一下水元素，biu biu biu，驱散掉。
那现在人族有火枪，火枪打小鹿还是有点强，卡号的话还在等熊啊，再等两条熊过来就可以打架了。现在的熊数量有点少哦，这波熊想上不？那还是再等一等。好，另外两头熊它来了，那这一波的话卡号可以直接上，我50大战你68照样很凶，我有血法师很脆，小心。好，这边赶紧给他来一个缓速，这 DH 太凶了，给你来个缓速啊，放风筝一样让你碰不到我。好，两个人的话人口现在68 58，双方差距10人口，一个是二本兵，一个是三本兵。人族这边血法师到2级了，2级之后升个虚无 DH， 等会看看有没有输出空间啊，你上来就给你虚无，没有输出空间，到时候小鹿必须得第一时间驱散一下。这边两个人现在都有分矿，所以对人族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，必须得进攻。如果是人族双矿是吧，那还可以稍微等一等，但现在的话双方都是双矿。好，43的一个等级，这边是32还在练血法师，想练3，这一波卡号 DH 现在稍微的有点笨重啊，一上去被还速。好，那这个大点练不了，练个小点，血法师现在哎呀小到3还是差一点时间。那卡号心想你练那我也练呗，人口双方一又增加了将近10人口啊，卡号64，那浪漫已经是75了。好，卡号现在有意识的让 DH 单独吃经验值是吧，那家的话骚扰一下对手，来哪吒有闪电叉能不能抢啊？好，分矿，这个分矿练完直接过来抢对方的一个7级的海龟，不放啊，这个野怪不能放给你，放给你的话血盘是一旦到3级这个战斗能力就不一样了。来来来，阵型拉好，现在的话小鹿的数量不是特别的多，哎呀一瞬间又被抽掉，这边 DH 直接吃个蓝屏。好，上来抽一下血法师，血法师顶个无敌，这边大法师已经洗好暴风雪了，暴风雪一砸来继续往前磨，大法师的位置有点差呢，只能交 TP 了。哎呦，隐身虚无还是来不及，还是交一个 TP。 好，这一波的话卡号就是趁对手大法师一个走位失误啊，立马发难，大法师被迫交 TP。 好，拼完这一波我们看看英雄等级还有人口，卡号这边已经是66 43，那另外一边的话哇，浪漫已经80人口了，浪漫80人口大军来是吧，给你一较高下。当年的话啊，人族80人口最强的啊不是盖哥，而是透的，透的打暗夜精灵啊就是迅速开矿，然后二本暴兵80人口一波冲来了。像盖哥的话就喜欢是吧，二本一到单矿直接就是 rush 放塔。来来来，那这一波我们看看人族80人口大战卡号的66人口，这一波这个阵型非常的重要，人族现在必须得抓紧进攻。买了多少本群谱啊，人族买了3本群谱，好再把这个7级海龟给练了，刚才那个海龟双方拼得你死我活，那这个海龟没有人骚扰啊，练得舒服，民兵也敲了出来，这一波浪漫拼了啊，破釜沉舟，所有部队全部拉出来。来血法师的话升到了3级，那接下来2级抽蓝把你 DH 给抽干，把大家榨干。来这边是4的一个等级，来双方阵型拉好，人族80人口这边只有69，只要大法师血法师不死，那这一波的话人族非常好打。好，阵型拉好，熊双线散开，这一波抽一下这边血法师，哦呦 DH 好像状态有点差，但是身上有一个血石，往后撤一撤，熊哇，瞬间熊就清理完毕了，这怎么办，这个熊虚无，另外一个熊砸死这个残血，哎呀这个团战暗夜精灵非常的难打，卡号怎么办，这头熊也站不住了。好，这一波卡号团战阵型有点差，主要是碰不到对方的英雄，哦呦 DH 差点被秒啊，极低血，那交个 TP 之后好回家井水一喝，再战一个回合啊，69 76，老们这一波很凶。卡号的话哎，这一局的建筑血也很奔放，月亮井放在外面方便团战的时候守矿的时候啊喝井水。好，浪漫的话前线来造点塔滚雪球啊，把自己的优势给滚住。大法师现在人族3本群补已经吃完2本了，还有只有1本群补，这边熊返老还童加一加，来来来找机会继续战斗。好，卡号还在爆人口，有血法师隐身，找机会抽你一下 DH 绿帽子一套，这一波人族的阵型不是特别好，人族的话塔没有起来，哦呦血法师位置很差，血法师好顶无敌，那顶无敌的话我们看一下 DH， 哎呀这个井水哇，关键时刻大法师的位置有点差了。好，这一波团战卡号诱敌深入，来 DH 的话万军从中低区敌将首级，大法师能不能撑得住，
大师好用血肉之躯来这个争取一下打一个输出的时间，把终于两头熊干掉了，但是大法师自己个儿也阵亡。完了，大法师阵亡，那血法师的话，哇，直接倒下。我们恭喜卡号，这一波团战就很神奇啊！第一波团战被击溃，第二波团战迅速啊，找人族阵型没站好的时候迅速打架，秒掉两位英雄。那人族这边，嗨，没有大哥做主，这边部队四散倒下。DH 五级啦，这边娜迦身上有保存，问题不大。护一个保存回家，大法师买活继续回到战场，但是现在人口已经落后卡号。让我们打出了GG，我们恭喜卡号。